到第三位成员 Swing 预告公开，齐刘海造型让人联想到 Blackpink Lisa 的招牌刘海，而外貌也被称赞有极俗的神韵。此外，也有很多人说 Swing 很像秀智，尤其是秀智出道时也是以齐刘海造型展现青春少女感。据传 Swing 是首尔表演艺术学院学生，出生于2005年，英语流利。粉丝们推测 Swing 应该是舞蹈担当，他的眼神很强烈，和秀智出道时的感觉很像，眼睛的形状都很相似。而有网友将 Swing 和另一位也曾被称为秀智第二的女偶像卡兹哈做比较，认为 Swing 更加强势，让网友称赞 Mel 不愧是正宗 Blackpink 师妹，目前公开的每位成员感觉都强得可怕呢。